好，那破到哪里？对，破到这个，我要采集这些各个样本，好不好？我赶快再采集一下，这个是蛮花时间的，不过还蛮明显的，20个还可以啊。采一采应该就 OK， 没什么问题。生长慢，那我先切到频道了。啊，房屋展示总不能切，先收回。那先去，应该没有。这边这边。那水资源，采水资源。切个频道，水的就完成。好了，水的好，那先换土的。土的资源在土样本。等一下。土的样本这边有个，差两个，切换频道，这里。好，那先换植物，植物的样本，那个水，植物样本采集，大南瓜，可以的植物。没有，然后切平，差两个，这边应该，这边应该有，好了，那全部都采集完了，那回去找普赛，普赛在这里，普赛，去找普赛。普赛，找普赛，密探普赛。走，密探普赛，这些样品我先收起来啦，真是危险的东西。我刚刚去附近看了一下，有些土生物好像出了一些问题，请你去抓60只剧毒甲虫，看看有没有问题。没问题啊。60只剧毒甲虫，剧毒甲虫是这只吗？是月影王虫吗？不是吧？看一下，不是这只啊，剧毒甲虫，去看一下，
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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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剧毒甲虫。哦，这只啊，好不好？剧毒甲虫，那我们就清理一下，好不好？剧毒甲虫，约这王虫给什么洋葱花豹先按掉，来，就先对付他们了。剧毒甲虫，好，就让他打一下，好吧？60只，哎呦，敢忘记了，我用到这招啦，这招早袭啊，早袭他要磨，我不管不管，好，先停止攻击，我手动打，手动打。为什么不行？哦，圣光炸裂是这样。哦，懂了懂了。圣光炸裂，炸一下你吗？哦，这样。咋的？好，搞定，搞定，搞定。那搞定，我们就回去吧。找那个普赛，再找一次普赛。沙漠，嗯，仙人掌，仙人掌。剧毒甲虫，这只叫什么？沙尘毒蛛。走走走走走，我们走，我们走，我们走。走走走走走，这些东西看起来简直一团复杂哦，这已经超出我可以理解的范围。你带着这些有问题的粉末样本给什么荒漠赛道的魔法炼金师，他也许会知道什么。荒漠赛道，我看一下，我就下一张图吧，没关系。那看一下哦。好，看一下哦。这个是下一张图。这是什么？鬼影斋。鬼影斋在这边。荒漠赛道。鬼影斋。哦，月牙峡谷仙人掌战士。曼凯特。那就是我刚刚遇到的男子。去解决它一下吧。哇，这只啊，
上次跟他对决过，这只，哇，他直接死亡了，还被我变身杖来个变身。哎，那他找谁？解救猎豹，神秘人曼森特，啊，我水开了，等一下。好，去找这个曼斯，哎、欸，曼菲斯在哪？神秘人物曼菲斯这里，哇，我已经打倒了，我已经打倒他了，去找他，变成精灵。等一下我设定一下哦 ，OK， 设时钟一下，水开了，水开了，设时钟。这只四大奇兽吧？什么意思？我不是干掉吗？解救猎豹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已经干掉他了、欸。仙人掌战士。我干掉啊！那怎么没出现其他任务指示？我已经把他干掉了。仙人掌战士，我解决他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好呀，这人在那边挂、啊。那我干掉他，解救猎豹。哎、欸，那他怎么又有任务？小野花小野鸭找到了梦想就会实现他，真的吗？我是听我外婆的外婆流传下来的故事哟。他们说只要找到小野花，什么梦想都可以实现哦。我觉得我快找到了，但是太危险，我拿不到。哦，魔子毒蝎席尔斯的身上。我记得在这里，哪一只啊？这只，它那个蝎子，它的钳子比较怪，直接炸裂。然后，好，找到它。哇，好漂亮的花哦！我的妈妈病了，说她不漂亮。我把这朵野花带给妈妈，她就会变漂亮。如果你也有梦想，希望你很快可以实现它。好，获得1000公许。解救猎豹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懂。嗯，我刚刚就干掉他了，对不对？我刚好干掉他。对不对？我刚刚明明就干掉他了，啊，怎么没有那个？对，不然他神秘人还要我怎样？对不对？对啊，仙人掌战士我把他干掉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对啊，我干掉仙人掌战士了。
怪怪的。唉，算了，我不知道，先做其他任务吧。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对，我刚刚明明就干掉那仙人掌战士了，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刚那个不算。那我等一下再过个十分钟再来找他，好不好？先来这边吧。哎，等等，我的那个开了，水开了，你等我一下。先在那边给你们看。好，那现在，好吧，这边 NPC 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、十个、十一个，哇，真的十一个 NPC 啊，一个一个点，人生有没有一点？哎，十个有点多哎，不管先点吧。算了，这下次再破好了。有点晚了，有点晚了，就先破这样吧。还是他们这几个还有其他任务也可以破，现在没有，我都点完了。上面应该是都鞋子。哦，再切个频道，看那仙人掌战士在不在？不在。对，这个在那边挂。他是新手啊，斧头啊，斧战士，新手。好了，那我也没招了，没招。那家伙承认我做的任务吧。那他有一个是 OK 植物样本。那我看其他任务嘞，找看新地啊，新地。可以先找银牛师了吗？看有什么其他任务要不做。哦，那我这个任务正在接，那去找新地。哦 ，OK， 那就没东西了。好了，那先杀一只王，自残。哎呀，直接垂死！一张图就三只网。好了，就先这样吧。有点晚路啊，只能录个破几个任务而已，就这样吧。